大家好，这里是佛之缘频道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2023年理财神爱菩萨来的生肖，财来福来好运来。生肖鼠，属鼠的人2023年里福旺财气多，贵人撑腰，横财大发。他们大多都是很聪明很机智的，有一颗超强大脑，做生意的时候他们就会发挥商人的潜力，绝对不会让自己亏本。他们也知道做事情留有余地，下次好见面，所以绝对不会得罪人。另外他们对于金钱很敏感，好像是与生俱来的能力，因此他们赚钱能力很不错，总会找到独特的方法去赚钱，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富有。而且他们也会理财，用积攒下来的财富去投资，获得更高的身家。生肖猴，生肖猴的朋友聪明伶俐，智商过人，多才多艺，善于人际交往，一生注定朋友众多。在2023年里，他们有很多生财的机会，福旺财气多，贵人撑腰，横财大发。由于懂得利用自己的人脉，所以在事业方面如鱼得水，有望实现人生理想，大吉大利。除此之外，事业的成功带动了财运的提升，钱财无忧，富贵多金。生肖牛，属牛的人很能吃苦，所以看起来很像苦命之人，但却不是受苦的命，而是后福之相。我们生活中很多属牛的人一般都不是很富有，过得也不是多么奢华的生活，但是没有人比他们更勤劳的了。勤劳便会积福，子孙后代将来都能跟住他们享福。但经常吃苦并不代表没有好运，鸿运来了，吃苦的人也能大发横财。2023年里属牛的朋友们会得财神保佑，财运大好，或许其中就有一场横财大运等你着你。希望借助这次鸿运，能让属牛的朋友们发次横财，从此少吃点苦，多享享富贵。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，吉神相随，所求如意，逢凶化吉，神智洞达，幸福如意，心想事成，如意吉祥，万事胜意，财源广进，笑口常开，生意兴隆，蒸蒸日上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年年有余，事事顺心，万寿无疆。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，如意吉祥，愿三宝加持和护佑，天生富豪命，权高位重，有钱花的生肖。生肖鼠，生肖鼠为人比较机灵，他们自身的财运旺盛，关键在于他们懂敢于尝试，懂得抓住身边的机遇，在很多人眼中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，在生肖鼠那里则会出现奇迹，总能够顺利地完成，并成为其中的佼佼者。他们靠住自己的聪明才干，在事业上面能够取得一定成就。属鼠的贵人运比较旺，所以只要抓住机遇就能够成为土豪。生肖蛇，属蛇的人为人精明，是做生意的一把好材料，他们懂得察言观色，在与别人谈合作的时候，对方的一举一动都能够让他们敏锐地捕捉到，并明白其内心的真正想法。这样的人在职场当中当然会顺风顺水，游刃有余，最终走上事业巅峰，财运自然也会围绕在他们身边。没办法，谁让人家能力强呢？生肖虎，生肖属虎的人天生就有聪明才智，胆识过人，命里有吉星护佑的他们好运连连，生财有道，加上有贵人的帮助，更是事业有成，光宗耀祖，全家人都会跟住他们享清福。属虎的人注定是要年年有大财，岁岁有钱花，一生大富贵。生肖鸡，生肖属鸡的人生来就贵气逼人，福气缠身，他们虽然爱钱，但是更懂得千金换真情，一生都在结善缘，因此他们一生都会有贵人月明，财富一年更比一年多。属鸡的人天生就是凤凰命，迟早都是要发财的。生肖猴，属猴的人不管到什么时候都喜欢冒险，
能够凭借自己的实力去获得成就。一般来说，属猴的人是特别聪明的，懂得抓住时机，不会错失任何一个赚钱的机遇。而且在工作中，他们会获得贵人的指点，在贵人的帮助下找到赚钱的门道。对于猴子们而言，一生赚钱的机会有很多，每一次都能够赚得盆满锅满，而且是财富双全。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，吉神相随，所求如意，逢凶化吉，神智洞达，幸福如意，心想事成，如意吉祥，万事胜意，财源广进，笑口常开，生意兴隆，蒸蒸日上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年年有余，事事顺心，万寿无疆。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，如意吉祥，愿三宝加持和护佑，妈祖保佑狗、X、猴、虎，注定穷不过十二月底。生肖狗，属狗人的警觉性十足，能够及时发现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纰漏，他们是一位很好的检验专家，能够保证事情进展顺利，避免乱子发生。鼠年开春，花朵绽放，财神从四面八方来临，妈祖保佑，穷不过十二月底，财运飙涨，钱包鼓鼓，存款过八位元，钞票如雨来袭，日进斗金。生肖鸡，生肖鸡的人在十二生肖中命里如真金，是强者更是能人，他们也是典型的穷不久，生来志气大，充满自信心，在事业场上从来不会考虑能不能做到，只要有胆量就能实现一切。十二月底妈祖保佑，属鸡人不但穷不了，反而更能实现比去年还要富贵的成绩。他们久穷则富，富则更富，今年里打开生意新门路，下半年日进斗金，风生水起，钱财花都花不完。生肖猴，生肖属猴的朋友机灵聪明，能言善辩，天生就有赚钱的头脑，懂得揣测人的心理，做事精益求精，赚钱门路多多，致富商机遍地都是，生意红红火火。十二月底妈祖保佑，钱财主动上门，日日进账丰厚，财旺人旺事业旺，可以获取丰硕的财富，流年旺大运，穷不过十二月底，走偏财大运，必能中大奖。月底的利润结算会让人大吃一惊。生肖虎，生肖属虎的人旺大运，妈祖保佑，穷不过十二月底，走偏财大运，必能中奖。思维活跃，想法甚多，随机应变能力很强，临场处理问题的反应更是让人惊艳。他们有很多新奇的点子，能够顺应社会的发展，不断调整赚钱的方向，还懂得另辟蹊径赚取钱财，从来不愁没有赚钱的机会。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，吉神相随，所求如意，逢凶化吉，神智洞达，幸福如意，心想事成，如意吉祥，万事胜意，财源广进，笑口常开，生意兴隆，蒸蒸日上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年年有余，事事顺心，万寿无疆。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，如意吉祥，愿三宝加持和护佑，留下自己的心愿，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，自立等人，大愿就可以实现。